现在是凌晨一点钟，我男朋友说要送我个惊喜。哎，左边一点，手举高，哎呦，美爆了！哎呀，这拍摄绝了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不是他在针对我吗？就这一刻，我是这样的。我能说什么呢？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，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。网吧啊，我没去过，不过我那知道那上网地方。你没去过网吧？走走走走走，哥带你去体验体验网吧的魅力。走，不是，我现在有电脑，去什么网吧呀？那能一样吗？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哇，星辰，嗯，我妈是这样的呀？不然你以为呢？不是，就电影里面嘛，就网吧有小偷啊，有……不要乱说啊，小心别人现在揍你。好的好的。哎，别看了别看了，上机了。上机。就是开电脑。哦。你不是你找啥呢？星辰，我们快走吧，你小偷把人家主机都偷走了，我们别被控制了。你说啥呢啊，你不是他有没有可能是这么开机的呢啊。好高级啊，那个主机呢？不是，你别管了，你先赶快开机吧。哎，这下对了，成型了，你就等着连声就完了。嘿嘿。哦，对，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泡面吗？泡面？这不是啊，你自己来看看，自己来看看，来。啊。来呀，来看看呀。啊啊啊！看。来来来，快快。怎么这么多吃的？哎，我要喝个这个。哎，吃个这个是。啊，开始了，开始。哎，不是。你还没选主食，大哥，哎，没选主食，随便点就行，又不餐厅呢，你还总好吃吗？管饱就行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看不起我们网吧美食来的？嗯，不是，李星辰，第一，我刚刚就差一个大螃蟹，我就翻箱了。哎，快吃了，来试试这个，绝对好吃。这不就是盖饭吗？啊，这盖饭有什么好吃的？这游戏啊，确实有点意思。那盖饭你就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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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你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没想到玩了一通宵。你看到我最后一把那个三星稻草了没有？哇！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怎么样，我妈感觉还行吧？就是坐久了有点腰疼，如果躺着玩那就完美了。不是，能躺着玩那叫电竞酒店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电竞酒店啊，那我们就是电竞酒店啊，走，明天就是电竞酒店，出发。在看啥呢？现在小朋友过六一都好幸福呀，好吃好玩的，羡慕。那有啥，咱也过六一呗。那我早就准备好了。我多大人了还穿校服？那。你现在就是个小朋友，我是不是加棒棒糖啊？六一怎么能少呢？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只要一哭，我妈妈就会给我买不二家棒棒糖，她老是拿不二家来哄我。咱们今天来一场快乐同行，重新带你感受一下小时候的快乐。星辰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是很好看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超好看。这要是在学校里，肯定很多男生暗恋你。就你会说。我的哎，好了好了，走吧。走吧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等我一下啊。那吃了就好了。永远站在你的身边，我保证我的爱不会变，共享游客世界，像蝴蝶起舞翩。人家都提醒了，要看好自己的小朋友。这小朋友可不是随便乱牵的。下一个。
多少钱啊？快！哦，还够看。雨停止，天空之间，像泪在眼眶盘旋。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。沿途经过的从前，还来不及再重演。怎么样，今儿过得开心吗？当然开心啊。好了，今天就送到这儿吧。我妈在家做好饭，已经等我回家了。就这样吧、哦、你回去了，拜拜。好吧，拜拜。不对呀、啊、你怎么演着演着当真了？你快松开，我妈发现你会被挨揍的。记得你说家是无比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。今天和乔伊吵架，他没吵过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。好一招蟑螂风腿，不就是吵架没吵过吗？打累了，这是要干嘛？哦，怎么还开始写东西了？不会记下来，等着以后翻旧账。这小子怎么感觉后背凉飕飕？半个小时写了满满的一页，不来了。让我看看写的什么东西。不愧是写小说的，好个家还能写个本出来。看来是最后的决战了。来吧，咱们再谈一谈。哎，不用了。哎，我刚才自己反省了很久，我确实做的不对。啊。那我完全承认我的错误啊，你想骂就骂吧。不是，我们总得掰扯清楚吗？哎，不用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已经意识到错误了。不行，我吵了很久的。哎，别，我认错。不行，跟我吵一下。哎呀，吵不了，吵不了，吵不了。啊，给你喝一口。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行了。啊啊啊！啊啊，行行行。哎呀，差不多啊。哎我，哎呀，我还有。